大家好，我是二哥，咱们今天又过来赶海，看一下，风景还不错吧？这块全是礁石，咱们去找一下。昨天在这儿弄了很多那个海带的、啥的，咱们再找一下，走。看这小海星。哎呀呵呀，吃啥呢？我正想说你不会因为吃啥呢吧？真吃啥呢？深不深呀？绕过去。这边的小海星是红色的，哎，好，好的，我也来了。你看这样，红色的小海星第一次见。哈哈，真的哦。多得很。还那个呢？你这个。这又是啥颜色呀？说不上来。哎，这两颜色，我先给他拿着，一会儿把它放。哎，你看那，你看那石头上全是。我下去。不行不行了，我今天得专门抓海星的。你这得收拾半桶，要不给你抓一个。你小心那个啥手啊。你看这。哪儿呀？你看这个。抓吧抓吧。我觉得那底下有个大的。哎呀，摘的地儿不好摘呀！你看，映入眼帘的全是。桶儿我拿着，桶儿我拿着。哎，这水特别清澈，真的是。而且这哪儿哪儿都是。你看这水。哎，二哥，这底下养的啥呀？你看那筐那养的啥呀？看没，这么多筐、啥也没有的。我也没看啥。来，这破石头呀。破石头。是呀。包括这个呗。咱们捡这海星制品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里边可多了。来来。哪儿？哎，这儿一个。这不是一般的多。你看没？反正一般碰见都是这种蓝色的，逗死我了！来，有几个螺，啥都不放过呀！来来，别着急，还有一个。你可慢点，站稳了都。多得很，多得很。我跟你说，映入脸帘的，你看看前面。为啥缺个角呀？哎，没缺角。你看，映入脸帘这个，疯了！这前面这，全是海星、啊。我觉得我得晒干一部分。哇，天哪！你觉得一会儿能捡一桶？爆桶海星，真的是爆桶海星，看见没？哎，全是哦！哎呦，这个小夹子不错哟。来，这看这有多少，看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，啥东西不知道，我这水都看不清。哎，红颜色放。来，这几个你可慢点啊，你看这水多清澈，潮水还没退下去。人正退潮，不过还没遇到最低就是。哎呀，疯了！哎呀！小心掉水里了。没事。我去！哎，还多少？我估计啊，你说那里面多不多呀？待会儿退潮了就知道。我猜很多。哎，我估计差不多。那咱们先上，往上走。行。好，走，你走前边。OK。你走前边，你可慢点儿。走。去
那头溜达一下。行行，走。我啊，你说啥呀？马上过来。这么多，走走走。好了，咱们去那头吧。嗯、走。哪儿啊？这有一只橙色的海星，这个颜色比较少见一点。是哈、啊。嗯。走，走了，走了。